各位同学，大家好，这里是由 IT 营点 com 为大家提供的 Flutter 系列教程，我是朱建老师大地那这讲的话，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 Flutter 中的路由。这讲的话，我们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路由替换以及返回到跟路由。那首先的话，打开我们这个项目啊，在课前的话，我们在这个设置页面里边新增了两个按钮，也就是在我们这个 types 里边的这个 setting .dart 里边，然后在这里边新增了两个按钮啊。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我们在这个内部目录里边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叫 user 的文件夹。在这里边的话啊，新建了这么三个组件。那这三个组件的话啊，第一个是我们登录相关的组件，后边这两个的话是注册相关的组件。 那接下来我们想实现的功能就是，点击登录按钮的时候跳转到这个登录页面，点击注册按钮的时候跳转到注册页面啊。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实现这个跳转，那跳转的话，我们在前边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首先第一步你要准备组件，那组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接下来第二步的话，你需要配置路由，那接下来我们配置这个路由啊。 啊，那这里边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个 user 文件夹里边呢？是因为啊，你看一下，随着我们这个项目的增大，你这个组件是不是会越来越多啊？所以啊，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功能啊、功能相似的一些组件给它单独抽离成一个文件夹，便于我们管理这个项目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组件放在了这个 user 目录里边啊。那接下来我们引入一下，啊，引入一下。 首先的话啊，在我们这个路由文件，你需要配置路由，那就是点点儿杠啊，点点儿杠配置字下边的什么呢？配置字下边的这个 l o g i n 点 dot 啊啊，然后接下来再引入其他两个组件啊。我们首先把它引入，然后配置一下路由啊。配置完成以后，然后接下来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路由替换以及返回到根路由啊。这里边叫 register first 和 second 啊，然后接下来把它复制过来。 OK，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组件就引入了。引入以后，然后接下来配置这个路由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在下边这里边配置啊。那这时候你要看一下你这个路由是否需要传值。如果不需要传值的话，那你配置的时候你就把后边这个可以去掉了啊，可以去掉。啊，然后这里边改一下，比如说这里边叫。 login，那我们要加载这个 login 的组件啊，那就是调用这个 login 配置啊，login 配置啊，因为你看一下我们这里边这个呃 login 组件里边，它这个类的名称也叫组件的名称，是不是叫 login 配置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里边配置的时候啊，就配置成这个 login 配置，然后接下来我们再配置，这里边还有这个叫 register first 啊，register first，然后让它跳转到 register first 配置啊，然后再接下来这里边。 叫 register second 跳转到 register second 配置啊，这就是配置这个路由。OK，那路由配置好以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实现这个页面跳转啊。那页面跳转的话，找到我们这个设置页面，也就是 types 下边的这个 setting 点 d a t a 啊。然后在这里边新建了两个按钮啊，新增了两个按钮。我们首先跳转到这个登录页面，那就是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我们执行这个叫啊 navigator 啊 navigator 点一个。 push 什么呢？push name 的，然后接下来执行跳转，然后这里边跳转到这个登录页面，那就是 login，对吧？OK，没问题。然后接下来，当我们点击注册页面的时候，我们跳转到注册页面。那要注意啊，我们注册的话啊，它有多个页面组成的，也就是我们点击注册的时候，首先第一步啊，比如说我们让它输入这个手机号。 然后第二步让它验证这个验证码，验证完成以后，第三步让它执行这个注册，点击完成注册以后，那接下来我们要返回到哪儿呢？是不是要返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根，也叫首页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跳转到这个哪儿呢？跳转到这个 Register First 啊。OK，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路由就配置好了。配置好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啊，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这里边报了个错啊，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页面里边有一些代码啊，我们首先把它给删掉啊，这是我们课前给大家。 啊，课前准备的一些代码，我们首先把它删掉啊，在这里边有跳转的代码，我们首先把它删掉，一会儿给大家演示啊，一会儿也是 OK。删掉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运行一下啊，你就把我们这三个页面当做空页面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这时候就不会报错了。然后我们跳转到登录页面没问题，可以跳转到登录啊，我们再跳转到这个注册页面也是没问题的啊。那这个跳转没问题以后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实现这个返回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实现一下这个登录页面的返回。 也就是啊，在登录里边，当用户点击登录的时候，如果我们登录成功以后，是不是要返回到我们对应的这个页面？那这个功能是非常简单的啊，也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你返回到我们上一级路由，那就是通过 navigator 点 go 一个 pop 啊，pop 就可以返回。那接下来我们也试一下啊，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这儿啊，在我们这个哪儿呢？在我们这个呃设置页面。 啊，设置页面点击登录的时候，是不是跳转到登录页面了？没问题啊，跳转到登录页面了。然后登录页面里边的话啊，正常情况应该有这个表单啊，有表单。然后当我们输入这个表单的内容以后，点登录，然后进行验证。如果验证成功，是不是要返回到上一页啊？ 啊，那这一讲的话，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讲这个路由的跳转啊。这里边怎么验证，我们回头再讲。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实现的功能就是点这个登录的时候啊，点登录的时候，我们要返回到上一级页面。那这个非常简单啊，我们在前面都讲过。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找到这个 login 点 d a t 然后在这里边，当你点这个登录按钮的时候啊，啊点立即登录，比如说立即登录啊，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执行一个返回操作、啊、返回操作的话，是不是通过刚才的这个叫啊 navigator navigator 点 of context 点一个？ 叫啊 pop，然后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返回啊？OK，没问题啊，没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这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啊，这个登录功能非常简单啊。当我们点设置，然后点击跳转到登录页面以后，然后这里边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立即登录，登录成功以后，然后再返回到我们这个呃设置页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返回到设置页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你看一下，点立即登录，返回到设置页面，没问题啊。点是不是可以返回呀、啊？ 啊，那这个简单。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注册啊。注册的话，当我们点击注册的时候，是不是跳转到了第一个注册页面？也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画的这个图啊，你看一下，点击注册是不是跳转到这儿，让你输入这个啊、呃、手机号，然后点击下一步。当我们点击下一步的时候啊，跳转到哪儿呢？是不是要跳转到我们这个注册的第二个页面，也就是跳转到它啊？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刚才的话，路由已经配置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个 register first 里边，当用户点击下一步的时候，跳转到这个 register second。那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啊，通过 navigator 啊 navigator 点一个叫呃、啊、push push 啊 push name 的，然后这里边跳转到我们第二个页面。那这时候就写了叫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路由里边配置的叫什么？那我们这边就写什么啊？那这边应该叫 register second 啊，注意这个大小写要写对。OK。 那这样的话啊，当我们点击下一步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可以跳转到第二个页面了？那这个是没问题的啊。重新运行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点设置啊，注册，那跳转到第一个页面，然后下一步跳转到第二个页面啊，也就是第二步，刚才是第一步对吧？然后再点第二步，这个是没问题，没问题以后，然后接下来啊，我们首先实现第一功能，就是我们第二步的时候点返回的时候，我们想的不是返回到这儿了，而是直接返回到哪儿？直接返回到这儿啊，也就是你看啊，我们点注册。 点击下一步以后啊，如果用户要取消这个操作的话啊，那这时候我们不是返回上一步了，我们想让它返回到我们这个根，那这时候怎么实现？那这时候的话就可以用到这个 Flutter 中的这个替换路由，也就是这个 pushReplacementName 的来实现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想的是在哪儿呢？在我们这个第一个页面，也就是第一步的这个注册页面点下一步的时候，然后跳转到这个第二步，然后在第二步的时候一点。 返回到哪儿呢？返回到我们这个设置页面。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也就是在我们第一步点下一步的时候，然后让我们第二个注册页面啊、呃、替换当前这个注册页面。那这时候你返回的时候，是不是就返回到了我们这个设置页面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也就是找到我们这个第一步，刚才跳转是这样跳转的。那你如果通过这样跳转的话，它返回的时候是不是返回到我们这个第一步了？那接下来我们想的是，你跳转到第二个页面的时候，返回直接。 接返回到我们这个设置页面。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第二个路由啊来替换我们当前这个第一个路由啊。那接下来我们这样写：通过 navigator 啊，navigator 点一个 of 啊，点一个呃 navigator 点 of，然后这里边传让我们这个 context 啊，啊传我们这 context。那这里边敲错了啊，稍等，重新来一下啊，navigator 啊，n a v i navigator。 点儿一个 of of 啊，然后 context，然后这里边点儿一个叫啊叫什么呢？叫这个 push replacement name 的啊，然后接下来这里边传入我们这个第二个页面。那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啊点击我们这个按钮的时候，它加载我们这个第二个注册页面。 但是加载的时候啊，它用我们这个第二个页面把当前这个页面给它替换了。替换以后，那接下来你点击这个第二个页面的返回的时候，它是不是直接返回到了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叫呃设置页面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看到底能不能实现。好、啊，那接下来你看一下啊。 啊，我们再点到设置，然后点击跳转到注册，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击下一步啊，下一步的时候它直接用我们这个第二步替换了刚才的第一步，所以当我们点返回的时候，就返回到哪儿了？就返回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更了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这个替换路由啊，替换路由啊。那这个替换路由的话，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返回更路由这个功能。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的这个业务逻辑啊，当我们点击哪儿呢？点击这个下一步的时候跳转到这儿，然后再点击下一步的时候跳转到这儿，然后再下一步的时候跳转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里边点完成的时候要跳转到哪儿呢？要回到我们这个根啊，回到我们这根，那这时候怎么实现？啊，那这时候的话，一种方式啊，可以用我们刚才的这个呃替换路由来实现，啊、呃，替换路由来实现。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们再给大家新建一个，新建一个页面啊。我们这个页面越多的话越好，也是啊。这里边来一个叫啊 third third。然后接下来的话，这里边改一下里边的内容啊，改一下里边内容。我们把这个 second 给它复制过来啊。刚才是不是就复制了 second？OK，、啊 okay, 复制过来以后，然后接下来这里边这个呃 t y p e bar 先不需要它啊。然后接下来的话，这里边改成这个叫 register third page 啊 third 啊 third 啊，写错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呃改一下啊，改完成以后，然后这里边应该改成第三步啊，第三步啊，第三步、啊。然后我们第一个页面啊，这里边也改一下，这里边叫第一步啊，第一步啊。那这样的话，大家看起来清晰一些啊。第一步是它，然后接下来第二步，第二步是它，对吧？第二步是它。然后接下来的话，这里边还有一个第三步，对吧？第三步。 啊，第二步里边的话，我们再写一个下一步啊。稍等，我们这里边呃，把这个改一下啊，改一下，这叫第二步。第二步里边，呃，改一下这里边这个按钮啊，改一下这里边这个按钮叫下一步，对吧？然后这里边叫请输入验证码啊，验证码，验证码。啊，上边也改一下啊，请输入验证码，然后点击下一步，对吧？下一步的时候，我们跳转到这个呃第三步啊，register 这个。 啊，i r 的页面，register i r 的页面，OK，没问题啊。那这里边我们同样的用这个替换路由的方式，也就是啊，你在第一步的时候点击一下，那这时候用第二个替换第一个，然后接下来你再点击一下，是不是用第三个替换了第二个？那相当于我们回头直接点击第三个的范围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返回到根了？OK，啊，那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里边写的对不对，没问题啊。然后接下来再配置一下这个路由，路由的话就找到我们这个路由文件啊，哪儿去了呢？把所有的都缩起来啊，在这儿。 然后这里边再配置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啊，third page。然后在下边的话、啊，我们也是配置一下它，这里边叫 third register third page 啊，third page。这边要注意啊，这个名字不能写错啊，这个大小写也要区分开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运行一下啊，我们再运行一下。我们首先看能不能跳啊。 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第一步再看一下啊，第一步点下一步的时候跳转到第二步，然后这里边通过这个替换路由来跳转的。然后第二步点下一步的时候跳转到第三步，这里边也是替换路由。然后在第三步的时候啊，我们这里边点返回的时候，我们首先点返回是不是返回到根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想的是点确定的时候看一下能不能返回根啊？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点设置，然后跳转到注册。 啊，第一步，然后再下一步，第二步，然后再下一步，第三步，没问题啊，没问题。以后我们点返回的时候，它是不是直接返回到根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用了这个替换路由啊？这个是没问题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想的是，点到第三步的时候啊，点击完成，也就是点确定的时候，跳转到哪儿？是不是跳转到这根啊？那这时候啊，其实和刚才的这个实现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直接通过什么呢？我们直接通过这个啊，Navigator 点 back 就可以实现啊。你看。 啊，n a v i g a t o r 点 of 一个 context 点一个 back 就可以实现啊啊，不、啊、叫 back 啊，叫 pop 啊 pop 说错了啊 pop OK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返回到了根啊？因为这里边你用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替换路由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点击注册啊，下一步下一步，然后这里边输入信息，点击确定也叫完成的时候，是不是返回到了设置啊？ 没问题啊，这就实现了我们这功能。这是又是用什么来实现的？用替换路由来实现返回到我们这个根的一个功能啊。那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啊。就比如说，哎、呃，我们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你点击注册的时候，它跳转到这儿，然后再点下一步跳转到这儿，然后再下一步的时候跳转到这儿，然后点完成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回到我们对应的这个根啊啊，或者回到首页儿，对吧？ 啊，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刚才的这个功能来实现啊。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代码备份一下，备份完成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用普通的路由跳转如何实现返回到这个根啊啊。 同样的，用我们刚才的这个注册的例子给大家也是啊。那这里边的话，我们把这个跳转再给它改一下，改成普通的这个路由跳转啊，也就是呃通过这个 push name 的来进行跳转啊。首先跳转到第二个页面，然后接下来这里边再跳转到这个第三个页面啊。这里边我们把这个名称改一下，OK 没问题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运行一下啊，运行一下。那这样的话啊。 这样的话，当你返回的时候，它就返回到上一个页面了。因为我们这个不同项目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几种实现方式都给大家讲一下。你看啊，当我们第二步返回的时候，返回到第一步，然后再返回，返回到根，没问题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点下一步，第二步，然后再点下一步，第三步。当我们返回，返回到第二步，然后再点返回，返回到第一步，然后再点返回，是不是返回到根了？OK，没问题啊。这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返回的一个逻辑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想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呢？你看一下啊，当我们到第三步的时候，我们点确。 确定的时候，不是返回到第二步了？你看啊，我们现在的话，这里边通过这个返回，它是不是返回到上一级了？返回到上一级的话，就是你在我们第三步点返回的时候，它返回到哪了？是不是返回到第二步了？我们想的是啊，你在这点返回的时候，直接返回到我们这个根啊，那这时候如何实现？这时候的话，我们不是通过这个替换路由来实现的，对吧？ 啊，我们想的是你以前的这个返回功能还是正常的返回啊？你从哪里来，我们让你回到哪里去。但是当你到我们这个最后一步的时候，点击完成的时候，我们让你返回到这个根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实现了。我们用这个呃，Flutter 里边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叫啊，push and remove 啊，push and remove until 来实现啊。 然后这个代码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把你前边的这个所有的路由都给你置为空，置为空以后，然后接下来我再给你返回到指定的路由。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代码拿过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演示一下，仔细看了。然后这时候你看啊，我们就在这儿啊，这里边我们就这样写了，我们就直接把刚才那个代码拿过来给大家演示啊，这叫返回更啊，返回更更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 Navigator of，然后 Context，然后这里边叫 Push and remove until，对吧？然后第一个参数啊，这里边是有两个参数的，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的话，调用这个叫 m e t e o page router 啊。那这个的话和哪儿呢？是不是和我们前边这个路由里边跳转的这个方法有点相似啊？啊，没问题啊，就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啊，接下来这里边。 呃，传入啊，传入你要跳转的页面，比如说我们要跳转到这个呃 tab 页面啊，然后第二个参数的话，哎、呃，我们就这样的固定写法，表示把我们前边所有路由的一个导航置为空啊，那这样的话，它就直接能返回到这个 tab 页面。但是要注意的是啊，你这里边要返回到这个 tab 页面，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引入这个 t a b 啊,啊？要引入啊，要注意引入啊 tabs。 那这时候我们引入一下啊，引入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路径。我们在当前的这个 user 里边呢，那就是点点杠点点杠，直接叫啊 types 点点它，那是不是就引入了？引入以后，然后接下来当你返回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让你跳转到这个 type 页面。OK，没问题啊。那这样就可以返回到我们这个更了啊。这就是返回更的一个代码啊。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运行一下，再看一下啊，再运行一下，演示一下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给大家。 呃，打开我们这个项目啊，看一下，点注册第一步，然后下一步啊，我们把它改成 iOS 模式，然后再点下一步啊，第三步，然后仔细看啊，我们点返回是不是返回到第二步，然后再点下一步第三步，然后点确定的时候返回到哪儿了？ 返回到根了吧？是不是返回到首页了？OK，没问题啊。这个功能是不是已经实现了？但是有些同学又说了啊，我们想的是你从哪里来返回到哪里去，就是你在设置页面来，我们点击注册啊，点击下一步，下一步，然后点完成的时候，我们让你返回到设置，而不是返回到首页，对吧？那这后这时候怎么实现？那这时候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我们这个啊？ type 啊，type 组件里边的这个什么呢？是不是 current index 来实现？OK，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实现一下啊。那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代码再备份一下啊，再备份一下。这叫零二啊，零二这个路由一定要学会啊，不然回头没法做这个项目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打开这个什么呢？再打开这个呃 register 这个 third 这个页面啊，也就是第三个注册页面。 我们想的是，你这里边返回的时候啊，返回到我们这个 tab 页面的时候，不是直接返回到首页，默认是不是直接返回到首页了？因为你默认调用这个什么呢？调用我们这个 tab 组件的时候，这个 current index 是几呢？是不是零啊？零是不是表示第一个选中、啊？没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想的是，你在这儿跳转的时候，可以给它传入个值来指定你要返回到哪个页面，对吧？那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 tab 页面里边啊，来写一个什么？呢？写构造函数来接收。 接收我们实例化的时候传过来的参数，然后改变这个 current index 是不是就实现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这样写啊，我们首先在这里边定义一个第一个 final 啊，f final 类型的 index 啊 index，比如说让它等于多少呢？比如说就是呃就是一个空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啊，在这儿呃给它传入个可选的 index 啊，这里边一定要注意是可选参数，然后这里边叫 this 点 this 点 index。 然后这里边我们可可以给它赋值，默认让它等于零啊，也就是你不传入的时候，我让我让第几个呢？第一个选中啊。然后接下来这里边调用这个 type state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这里边这个 index 传给这里边 current index 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得怎么写？我们是不是又又应该在我们这个页面里边写一个叫构造函数啊，构造方法。 啊，各种方法，然后接收你传过来的什么呢？接收你传过来的这个 index 啊，那这里边我们写个 index，然后接下来让我们当前的这个 current index，也就是 this 点啊杠啊杠杠 current index 等于什么呢？是不是等于你传过来的 index 啊？ 那这里边默认的这个零，我们就可以不写了啊，因为它是在它的这个类里边传过来的啊。那在这里边的话，我们需要给它传这个值。那这个值的话啊，是应该是个必填参数，对吧？必填参数。那这里边我们就直接写这个 this.index，OK、OK, 没问题。那这时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你调用我们这个 t a b e 的时候啊，如果不传这个 index。 啊，如果你不传这个 index，那这时候这个 index 是不是就等于零啊？它是可选参数啊。但是如果你在这儿啊调用我们这个 tap state 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个 current index 是不是必须得有值啊？所以我们就把这里边这个零啊，如果你不传这个是不是零啊？零传给了它，那这时候它不是是不是就是默认选中了？啊，它就是默认选中了啊。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啊，那这时候的话啊，刚才这个代码还是同样运行。你看啊，我们点注册，点下一步啊，稍等改成 iOS 模式，然后点下一步啊，点确定。 是不是同样的返回到首页了啊？这个是一样的啊。那接下来，比如说我们点返回的时候啊，就是在跟你再看啊，在我们最后一步，在这儿点确定的时候，我们让它返回到分类。那这时候怎么返回？那这时候是不是很简单了？这时候我们在哪呢？我们在这个最后这个页面啊，稍等，在设的页面，我们在这儿给它传入什么？是不是 index 等于一个一、啊？一是不是表示第二个页面选中啊？那这时候你再看一下啊，我们点击设置，然后点击注册啊，然后跳跳，然后接下来点完成。 返回到哪了？是不是返回到分类了？没问题啊，没问题。这样就实现这功能了。如果你要返回到我们这个呃哪儿呢？返回到这个设置页面，那这时候你这个 index 就写一个什么呢？写一个二啊。那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啊，点击设置，然后点击注册啊，下一步，下一步啊，然后下一步我们点击确定，是不是返回到设置页面了？ 啊，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返回根啊，以及调用我们这个 types 的时候，如何给它指定你需要加载哪个 type 页面啊？行，那这一讲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这一讲其实东西非常简单，但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还是比较多啊，主要就是为了给大家把这个路由讲清楚啊。这里边其实就这么三句话，返回直接返回通过它。 然后替换路由通过它，然后返回根的话是其实直接通过它就行了啊。但是我们想的是你可以返回到指定的根，那这时候我们又啊在调用这个 types 的时候给它进行了个传参啊。那行，那这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